这个电话跟楼上的电话是连着的吗？是的。那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响声？这里每天都有人值班，没听到什么声音啊。你能确定昨天晚上就没人来过吗？应该是。你们这儿每天有多少人保卫？有20多个人吧。这个房间的窗门每天都关吗？除了透空气的时候。你怎么就这么肯定？特派员很爱干净，平时又怕过堂风，除了每天早晨让我们打开窗户呼吸空气之外，平时门总是紧锁的，有几次忘了被骂得狗血喷头，后来就再也没忘过。昨天他开车出去了吧？是的。他都去哪儿了？跟谁一起去的？和菲尔小姐一起出去的。走之前好像说是去哪家西餐馆吃饭。菲尔？他们还去什么地方？不知道，是他们单独出去的，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嗯。对了，特派员回来的时候非常高兴，好像说菲尔领他去了一趟金钊当铺，还送了他一块古董表。当铺？你敢肯定他们去金钊当铺了吗？我肯定。特派员回来的时候还给我看了他那块表，我问他哪儿买的，他说我没眼光，居然连古董都没看出来。毕大哥，你快过来看一下。走。怎么回事？这里有扇窗是开着的，你看看。你不说所有的窗户关着吗？谁把窗户打开的？昨天晚上都关好的呀。关好的？那看来是今天早上打开的。不会的，昨天设宴之前他吩咐我们打扫房间，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了。今天早晨我们还没打扫到这儿就发现他已经死了，这里没有人来过。这么说这扇窗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打开的？会不会是谭小李呢？应该不是，他都用2楼的卫生间。是的，特派员平时很少进这里的。孟华，周明，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出去一趟。你去哪儿啊？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哎，他这葫芦里又卖什么药？他总会有他的道理。反正啊，毕凡在你眼里永远是对的。老板，痛一下吧，心情好。不是，咱们有规矩，你没到期不能赎。老板，我这里带来这个钱，你看够不够？哎，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咱们不能破坏这个规矩。老板，这是我家的祖传，我要，你看够不够？你带多少钱？你看够不够？好吧，好吧，就这样吧，你以后千万别这样啊。好好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谢谢。毕先生，找我有事儿。找你有事儿啊？我们换个地方拿好吗？行。小二，看着电脑啊。好。哎。今天早上谭孝礼死了。
死了？不可能啊！你怎么说不可能呢？因为，因为你昨天去过他那儿，是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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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认识谭孝礼，我去他家干嘛呀？你去他那儿出于什么目的我不管，但我肯定你去过。谭孝礼家戒备森严，别墅进他家里，就是靠近他那幢别墅也像登天那么难，你凭什么认定我去过呀？就凭你的作案手法呀、啊！谭孝礼家的窗户是被人在外面给打破，然后跳进屋里。他出来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出来的，而且呢，他出来的时候还在他们家窗户上放了一个蜘蛛，你知道吗？蜘蛛结网需要一夜的时间就可以把任何痕迹给掩盖。可你万万没有想到，谭孝礼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每天都有人打扫他的房间，他那儿怎么可能有蜘蛛呢？可以想象，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放在那儿。那也不能怀疑我呀，是不是？哼，我刚开始并没有怀疑你，但是这种作案手法实在是太高明了。整个上海滩除了大名鼎鼎的一枝梅，不会有人有这么高的手法。太谨慎了，往往会露馅的。这也正是你的作案风格。哎呀，真不愧是神探呐！啊，承认了。是啊，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确实去过谭孝礼家，可我没杀人。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呢？我是想把这个贴在他床头，给他们找点事儿，让他们黑吃黑，最好啊，让谭孝礼把杜邦给做了。所以，我给谭孝礼下了点安眠药，想趁他睡过去的时候，把这个钉在他床头。哎，这就对了。他吃的安眠药是你的，你进去之后看见了什么？别提了，可把我给吓坏了。
凌晨四点多，有人打呼噜，可床上没人。是啊，所以我觉得好像被人发现了，什么都来不及做，就赶紧出来了。确实还有人进去。卞生，你可得相信我，我真的没杀人。我相信你，人不是你杀的。是啊。好，我走了。哎，卞生，嗯，您真的是从滑窗户的手法上发现我的？这只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是你提醒了我。是哪一点？昨天谭校里来过你的当铺。啊。你刚才也提醒过，说谭校里家戒备森严，别说进他们家了，就是接近他的别墅都很难。我想你一定是在他停车的时候躲进了他的后备箱，是谭校里亲自把你带进他们家的。师傅，喝口茶去啊。哎，好嘞。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神探呢，啊！哟，亮哥，可算回来了。杜帮长又打电话来催案子，跟我上楼看。这条裂痕是怎么回事？以前没有的，昨天还是好好的。以前没有的？是的。上柜子上看看。好。不是那个，是这个。这个？嗯。哦。上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呀，就是上面的灰尘被人蹭过。啊，神了呀，你怎么知道的？下来吧。啊，不是说你们特别人特别爱干净吗？都是灰啊。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因为那上面很长时间没有人打扫了。电话一直放在那儿吗？是的。那平时电话铃响，谁接电话？都是特派员自己接的。今天凌晨特派员死的时候，电话铃响过吗？有啊。是这样，那个接电话的人，你把他叫来。好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毕先生，是他。
我问你，在电话铃响和你接电话这期间，你听见什么响动吗？哎，好像是有。这么一提醒，倒想起来了，的确有一声响动，应该是从楼上传出来的。没错，没错，是有声音，好像什么东西碰到一起了。周明，哎，在你检查谭笑里尸体的时候，在他的背部发现了什么？在谭笑里的背部有灰尘，很大的一片。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快说。你们先坐下，我慢慢给你们讲。好。昨天夜里有两个人来到这个房间，其中的一个是从餐厅的窗户跳进来，另外一个是从楼下的卫生间进来，而正是这个人是真正的凶手。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凶手到底是怎么做的案呢？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把谭笑里这么一个人给他调到另外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不让他挣扎，那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先让他失去知觉。可是谭笑里并没有喝了那杯放了安眠药的水啊。这也正是我想的，按他的习惯，他早就应该口渴而喝掉那杯水。我刚才不是说还有另外的一个人吗？但不知道这个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谭笑里先服下了安眠药，所以谭笑里并没有动那杯水。真够巧合的。可要是这样的话，那个凶手是什么时候进的这间屋子呢？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是在勤务兵送水的前后。这个人一直躲在床底，但是他发现谭笑里一直没有动那杯水。于是他就从床底爬了出来。他观察了一会儿谭笑里，发现他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他就拿出了绳子，套到了谭笑里的脖子上，把谭笑里抱起来。给他就放到了这儿。这个时候，他把绳子另外一头拴到了吊灯上。在这一切做完以后呢，
他就拿了这把椅子放倒在吊灯下，做出谭笑礼是自杀的假象。因为他布置好这一切，也就用不着他自己动手。也就是第二个人在凌晨四点多钟进入他的房间，只听到呼噜声，而床上没有人。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神志总不会太清醒，总容易做一些他习惯的动作，而谭笑礼的习惯动作是他自己接电话，凶手利用的就是他这一点。电话铃响，谭笑礼习惯性的翻身伸手去接电话，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他一翻身，从本来就很狭窄的书架上翻了下来，由于重力的原因，挂在吊灯的另一头绳子一下子收紧，把谭笑礼吊了起来，并碰到了对面的衣柜，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撞坏了衣柜的门。而就在这短短的瞬间，谭笑礼就被窒息而死。凶手真的非常聪明，他把谭笑礼悬在半空中，利用他本身的重力把他活活吊死。由于这一切来得太快，谭笑礼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所以他的尸体没有留下任何挣扎的痕迹。怪不得当时电话铃响了以后，楼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当时我们都没在意。真是匪夷所思啊。是啊，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要不是第二个人进入到这个房间提供了一些反常的情况，我也不会想这么多。那么那个凶手到底是谁呢？就是去过卫生间的那个人。哎，你看我可能是年纪大了，我去个厕所啊。来来啊啊，送杜探长去卫生间啊。不用，是我不用，我认识。难道是杜邦？没错，在所有人当中只有他的杀人动机最大，他要称霸上海滩。谭世杰一死，上海滩没有人能跟他抗衡，现在突然冒出一个谭笑礼，当然是他的一块心病。除掉了谭笑礼，上海滩就是他的天下了。对，所以谭笑礼必须得死。可是也不应该啊，我记得那天酒席结束之后，我是和杜邦一块走的，而且杜邦还把我送回家，他总不至于又折回来杀人吧？以杜邦的身份，他能亲自动手杀人吗？那个人会是谁呢？周明，你好好回忆一下，那天宴会之后，还有什么陌生人来过？没有啊，而且在那天宴会开始之后，也没什么人进出过呀。对了，我想起来了。你他妈还想不想在九五房干了你？整天受这种屌气，不干也罢。滚！你滚不滚？滚！滚就滚！我知道了，事情是这样。
又是这个张莽，我现在就把他抓来。慢着，我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只是分析出来的结果，并没有证据。那不管怎么样，我先把他抓来审审看，等我们找到的证据，再让他心服口服也不晚了。以我对杜邦的了解，如果我们把张猛抓起来，就会让他抓住把柄，而且还给他提供了弥补破绽的机会。这样一来，我们会非常被动。难道我们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办法是有的，但不能操之过急。既然他们用这种手段杀了人，那么他们一定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周明，杜邦不是逼你调查此案吗？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造声势。如果你一旦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他就会把此案压下，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现在不要有什么动作，因为杜邦一定坚信他的计划天衣无缝。可是我从来都不信世界上有完美的谋杀，既然他做了，马脚就一定会露出。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跟他比心态。比心态？对。怎么讲？在他面前，你一定要让他感觉到你已经掌握了重要的证据，杜邦就会慌了，这样一来马脚自然就会露出。叫你盯住周明有什么消息吗？您放心吧，事情跟您预想的一模一样，他们整天啊查呀查呀，也查不出个什么头绪，头都忙不过。总探长，您这主意可谓是天衣无缝，任他谁都想不出来。那你也不能大意，听见了？哎，是是是是。行，这份卷宗我已经看过了，干得不错，加紧询问就行了啊。是。周探长啊。哟，宋探长，您怎么来了？哎呀，我不放心呐。这杨震，杨震给我压力，大帅，大帅他催着我。如果三天之内还没有进展的话，咱们就麻烦大了。哎，坐坐坐。哦，宋探长，您就放心吧，这个案子已经查得有点眉目了。哦，说来听听。现在还只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线索，我想把它都理顺了再跟您汇报。那时间不等人呢。探长您放心吧，这事儿很快就能查清楚。啊，是是。不过我要提醒你，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了逞强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多谢总探长关照，我心里有数。啊，那我就放心了。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我想劝你，不如找一个替死鬼来顶一下，赶紧把这个局面搪塞过去，对上面有个交代就完了。这怎么可以呢，总探长？从我进巡捕房的第一天开始，您一直训导我们，说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我怎么能这样辜负您的希望，去敷衍自己的职责呢？您说是不是？啊，说得好，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希望。报告，周探长，事主找您。宋探长，这来。宋探长。怎么样？把门关了。周明那小子是不是累得焦头烂额了吧？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怎么？张莽啊，你该出去躲躲了。啊？
老板拿壶酒来。哎，好嘞。哎，对不起，对不起。老板，结账。哎，好嘞。哎，现在您走。好。真让你说中了，杜邦果然露马脚。今天早上我一大早就去了巡捕房，杜邦找着我向我施压，还暗示让我找个人顶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案子马上就可以结案，而且不会再有人知道真相。是啊，这招真够狠的。你现在一定要盯住了张某，只有控制住他，最后才能找出证据，把杜邦揪出来。好。时间到了，下车吧。好，奇怪，船怎么还不来？总台长，您都跟他们约好了？你放心，我都给安排好了，不会有问题。张猛，你害怕了？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张猛，我来送你没别的意思，小心能使万年船呐。哎，我懂我懂。枪放好了吗？啊，放好。等风声一过，我亲自来接你。张猛，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没有你张猛，就没有我杜邦的今天。总探长，您见外了。哎，在上海滩混，真是不容易呀。总探长，我有今天是您给我的，我一定为您赴汤蹈火。真的，真的，真的，我是真的。那我得谢谢你。把扣子扣好。
看见张探长没有？不知道，我们也没看见他。奇怪，去。哎，总探长。哎，周明，我问你，你看见我桌上有一个档案袋了吗？没有啊，什么样的档案袋？那档案袋就是档案袋，还有什么样啊？哎，那肯定是张猛给我乱放的。你看见张猛了吗？没有啊，我也正找他呢。这个张猛真是太不像话了。就是前两天我在谭笑里他们家多说了他两句，说中了，不高兴了，面子上下不来，那你也应该上班来啊！你看看这太没有责任心了。总探长，你好，我先不找了，我牙疼的厉害，我跟德国大夫约好时间了啊。哎，钟明，你要是看见张猛，你就让他来找我。哦。什么？张猛跑了？好，我们分头找。怎么了？周明来电话说张猛不见了，巡捕房谁也没见着呢，杜邦也在找呢。那他肯定是跑了。这个张猛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呢？他如果真跑了倒好了。你是说？我现在担心的杜邦已经给他做了，如果真那样，可就糟了。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出去想想办法。现在很危险，杜邦。你放心，我自有分寸。我去了。你上哪儿去啊你？别再争了。干爹，你别管我。回来。你就听我一句吧，谭笑林现在已经死了，整个上海滩就是杜邦的天下，谁还能把他怎么样？啊！你一个女孩子家，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跟你死去的爹交代呀？不能给我爹报仇，我又怎么跟我爹交代呢？孩子，这也许就是命了。这杜邦也许是老天爷不灭的，你能斗得过天去吗？你能斗得过命去吗？我不管什么天，也不管什么命，我只知道我爹不能白白被人冤枉。你爹死的是够冤的，可现在已经给他昭雪了，你就退一步啊。就是死，也不能就这么饶了杜邦。这个仇，我一定得替我爹报。菲儿，你掌柜的，毕先生找您。哎呦，是毕先生来了，快里边请。毕先生，里边请。坐。好。哎，谭笑里的案子破了吗？啊，目前还没有。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帮个忙。您说，只要我能帮得上你，我定当鼎力相助。啊，那就太谢了。是这样，这件事儿。我怀疑是张猛干的。张猛，你找到证据了？还没有。张猛失踪了。是吗？就因为他这一失踪，很多线索都断了，所以我来就想麻烦你帮我一起找他。哎呦，这事儿不太好办呢。我明白。如果找不到张猛的话，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你呢，毕竟进过谭笑里的房间，
你要如果找不到张猛，把自己洗清楚，将来万一有人把这事儿翻出来，你到时候也逃脱不了。我就不信我斗不过那个杜邦。你们怎么是你们？你们想干什么？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女儿被他们给绑了。我就不，你们这样坏蛋。谁？谁干的？你难道怀疑这件事跟我有关？张猛死了。什么？张猛死了？